不生活在农村不会理解，如果没监控更不会有人相信。他袭击了一只熊，最后一只狗救了他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这个我今天发现的，来我们再仔细看。是的，狐狸进了鸡舍，但是没有吃到鸡，为什么呢？哎呀！你别笑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异国乡村精彩的视频。